刀石头布雷。我跟你讲，当老板不是很简单的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。Yes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茶国际 Apple， 我们一样持续高价收车中，欢迎私讯我们官方 LINE 小水 H O N G D A， 或是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APP 有一点 H D 八八八，买车卖车也可以找我哦。好了，大年初二，我们用龙相关的那个拜年，跟大家来拜个年，好不好？龙来运转，龙、哎、来运转，生意兴隆。哎呦，好运龙中来，好运龙中来，龙潭虎跃，龙华富贵，龙潭龙戏啊，金龙报喜，好车龙报来。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今天我们有三台促销，那一哥就是来发红包，好不好？哎、今天的红包就是我们对车子促销折扣。等一下又要玩游戏，上次玩游戏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圣诞节。哦，圣诞节，圣诞节。那才没多久，有必要这样子？我们是这样，红单快倒了。有这样子一直促销，一直换钱回来，他、啊、钱那么多要干嘛？对我。请你出去。第一台，出去啊！第一的600LT，选配套好，好像大概在1000。八对不对？对，他选了很多碳纤套件，那个胎皮四条刚换全新的，里程跑10000而已。为什么要抓出来促销？不好卖，卖不掉。没车了，没车了，哦、没车。他们叫我凑八台促销，我说我顶多都是3台4台这样子。Oh. 意思一下，不是要跑路的，是要做效果而已哦。不小心被你们捡到的话，我也认了。哦、oh. oh. ，好，现在开价958。好，958，我们开始来比大小。先讲一哥是那个嘛。关主嘛，你要比大还是比小？那等一下一个人只要赢你一个10万，哦，赢你10万，958嘛，对不对？赢我就减10万，如果整个五个输掉就折50，折50。哇！以上一棍刀行啊靠，未惯起来看的话都闪鬼。哈哈哈！我一大家抢起来，刚刚说教练，我逐天下你10条，慢慢来行。你不要直接把我撑起来，夸下海口，他现在正在夸下海口。好，我打头算我先了啊。哎，哦，安内不一定，我要8点可以的啦。大的，凶的啦。嗨嗨，比你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几率有多低？6×4次方，这超夸张的。这个几率大概200多分，一定有磁铁，一定有磁铁。他派，好比大，比大的啦。哦，你看，我就说他5点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机会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觉得小小。其实的话他都没有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评点谁赢？让你，哎呦，都让，好不好？好，必须的，好运用完了。哎，白，白用不？哎，白用，现在啦！哎，我靠，现在，好扯，秒录，秒录，太扯。知道，好，我就不信了。你们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吹一下。小林，你一定要拿，小林，你一定要拿起来，用你的爱心这样子吹一下，这样子。我平常没有什么在推，我站着不太会啦。哎呦！哎，6点，如何？刚刚3。哎呀，6点，哎有，10万，豹子，豹子给你站，哎呦！天亮掐起再日，哎死了，死了。哎，干4点，干小，哎，他说比小啊，比大，他说比大，比大吗？哎，哎呦，要不要嘛？哦，宝哥你进来，进在8点，哇，好扯哦，我觉得你比小，比小太旺，我相信你比较大，可是新梅很大哎，比小，新梅很大，新梅很大，那我们比小。比小一定你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哇，赢了，来，哎，1、2、3，差一点点，有你三喜，今天无代志，哎，新版的笔记，太扯，啊，去呀去呀，好 ，OK， 换3班来，还能不能再抬？刚才
谁赢我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李晓，李晓，你刚才六点几点而已。你看，哎呦，搞得我很紧张。好，李晓，好。你八点吗？哎呦！蟹老板大不大？七点，靠，很好哇！金梅，你要比什么？你决定，比大，好大，好了吗？六点，六点，你要赢金梅，你那么大，你一定会大的。耶！七，他赢了。最终促销价900。过年期间有吗？还是之后到二月二十？到二月二十，因为你要留几天上班日给他去领钱。哈哈哈哈哈！二二零零五年的 G500，是不是？G55，价 MGN 为什么 G55人家会害怕？来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台车。因为它的税金就是5500的，5500的税金，5500跟5000有差很多，一个57000跟一个80000多。我们从178促销到现在158，水箱护罩这个都换新的，头灯好像也换新的，对，是的，都是新款。然后 AMG 的领圈，我刚才看这内装真的很漂亮，可爱。零五年现在是19年，跑100000。一年开5000，真的超少，超少。闻一下它的味道，有一种日本的味道。日本的味道，日本是什么味道？日本就是有那种海水。他妈的！你写的公司小。我们来小游戏促销时间了，前面的游戏花的时间有点长，我们这一次来个简单粗暴猜拳就好了。这个猜拳是赢可以一直赢下去的，你赢一次你就继续猜到他输为止。一拳多少钱？一个人家？我们从178已经开158了。对啊，这个不能再像那种900多万的哦，这个才100多万，一个5万，一拳5万，猜到赢为止哦。如果最多158扣掉25等于。没有，他说一直赢下去，一直赢下去哦。还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才没有听好规矩。我们先五个猜完，再看要不要给他上诉。哦，他如果都已经那么有诚意，减25万，你可以不要一直逼他。财神也是会想不开的，好不好？如果说我们五个猜完，我们真的不争气，只有折5万，我们再来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好，不用，没有在套的，赢的在就再还有一次机会。哦，还是输的有机会。谢老板真的不愧是当老板，他可怕，那个算盘，那个脑中在打的。剪刀石头布，有没有？这个有规矩，没有再输的啦。我出石头，你出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我靠！我跟你讲，他头脑真的是很直啊！你的运气怎么掉了？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哈哈哈哈哈！好运都用在刚刚。你出剪刀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你怎么变？我了。剪刀石头布。20。蛮紧绷的哦，这样是138。你还要再给他们上诉吗？输的还有机会。不要啦，不要这样子，可以了啦。还好是输的有机会哦。刚才如果讲赢的有机会，你看我刚才就讲对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差很多呢，一个变四个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想一下。我大概我知道阿楚。剪刀石头布。好爽啊！看这个奇迹都很重，奇迹都很重。剪刀石头布来啊！我跟你讲，当老板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。Yes， 2005年的 G5，拢落起来。最终促销价138，跑十万。最后一台，最后一台。2018的640 GT， 跑8万。它 M 版呢 ？M 版 HK 天窗，空间又大。163.8开始下杀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样，谢老板的出题来动词 Tempo。好，五万。然后他们要在节奏内把所有答案讲出来。不用节奏内，就是正常回答的。今年卖多少台？很多哎，反正灌水没关系，你只要自己认为这样就好了。4、3，他紧张了，再晃。哦哟，
你的正负差三十。第一个数字先讲，750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900啦。哎哎，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吗？对，900。哦，哦哟，976台。哦，赔钱的你觉得大概几台来？我先。我觉得啦，大概这样。100台就很多了吧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200，折5万。我跟你讲，5万有一个精明的来了，这个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不是，金葵，哎、欸、哎，寡、欸、杯，还是我们两个逼寡杯看谁寡杯。哎呦，这样就是醒杯啊，这样就是醒杯啊，这样就是气杯啊。哦，三次看谁多。喂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瓦力瓦力瓦力，秋杯，哎呦 ，run one， 这我可以，这我可以。小鬼，蓝姐，耶！哎，真的是九次胜，他的强项，他的强项啊！还是你，哎，哦，最后一个了，1-1，哎，哦，哇，2-1，好硬哦，好扯哦，紧张的，紧张的，金葵真的很猛，真的很猛哎，来啊！2-2，哦，最后一次了，好刺激哦！震震震，过稳的啦，冇冇，大哥对你，哇，你要不要？哎呀，我觉得他会写这样，哦，开牌，差一点点，五万，我就吹牛就好了，我都把你拿来了，哦，真的吗？100就好了，我加快速度好不好？我先喊3-4。3-4。我就跟你讲，先诚实再成交，谢老板不会说谎的，好不好？输的要挑战一下吗？好啊，吹牛，吹牛，他高手啦，他不会吹，继续赌哦，他都站着的，哎呦，3-4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他没有的，快给5万。20好，今天你这样折总共70万，哎、哦、呦，包了70万的红包，哎、哦、呦，还是强力收车，强力收车，预祝我们2024年收车强强棍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计成本跟他拼了，好啦，对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感谢各位粉丝，我们已经10万订阅。再迈向我们下一个里程碑，20万订阅不是梦。各位干哥、干爸、干姐、干哥、干弟，好，我们订阅起来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要买车要卖车一样，找我们宏达国际小老鼠 HONGDA， 还有我们的 MB。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都会有直播，特价再特价，每天晚上3-5日更新。我根本不知道。感谢大家，今天就这样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订阅按